哥哥姐姐说，你们好，我是周明轩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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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有什么要问我的吗？我刚刚上床想睡午觉，你们有什么要问我的吗？对呀、啊，那你觉得你去爸爸去哪儿好不好玩呢、啊？好玩。好，那你觉得啊，好玩啊？那你觉得什么是最好玩的、啊？我不知道，什么地方？不知道啊！什么地方最好玩？你觉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啊！有这么多，你不知道有什么最好玩？那你觉得和小朋友在一起好不好玩？好玩。那和爸爸说完任务好不好？不好玩。爸爸煮菜好吃吗？爸爸煮的菜好吃吗？ 爸爸的菜煮的好不好吃？妈妈，那做的菜还好。妈妈，那改天你要不要做菜给爸爸吃啊？因为爸爸煮的菜不好吃啊。你要不要做给爸爸吃？你好，我等你长大了，学做菜给爸爸吃，要不要？不要。不要啊！你好好回答姐姐的问题，我帮你弄。好困。你还好吗？ 好困哦，好困，好，那找波比姐姐来就不困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<笑>你比较喜欢波比姐姐还是琳娜？谁都不要，<笑>所以只想睡觉，是不是啊？我想睡觉。哦，好好，那没关系，你就把电话叫回给爸爸吧。 好吗？再见，再见。啊，那你把电话叫回给爸爸吧。晚安。晚安。